大家好，我是国民党婚姻馆长参选人刘瑞生，在国民党副主席黄美惠等人的陪同下，隆重完成参选登记。随行的还有地方大批的支持者，活动中，伊将刘瑞生当选的口号不断响起。刘瑞生登记后表示，伊愿意负起建设婚姻的重担，做好乡亲。另外，针对最近选举的攻击，刘立新呼吁大家用公平、公正的态度来进行这场选战，不要用抹黑、甲扭曲手段来影响选情。活动中，刘立新也呼吁地方政府在选举期间要维持行政中立的态度。刘立新最后希望婚姻乡亲会当支持伊赢回婚姻失落的九年，让婚姻会当看到美好的未来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